等一下我先改个标题，叫每天都在凑200件的菜鸡主播。每天都在凑200件的菜鸡主播，不到200件我不改这个标题了啊，真的太难了。老大晚上好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前面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今天不是在弄这个麦吗？哦，看到后面这个吗？这是我给胖丁，就是网上买，然后自己帮他搭出来的那个小酒馆，然后胖丁现在就是，我不把他关到房间的话，连晚上睡觉他都不来找我了，都直接待在这里面，就每天在这个小酒馆居酒屋，它是一个就是居酒屋造型的一个小房子。然后他，因为我把头发弄得稍微贴头皮一点了，没有那么蓬上去，头就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头发不蓬上去，脸会的，非常干嘛晚上跑过来突啊？谢谢要玩图标不让用。然后我今天完我今天那个就是有瘦一点吗？有吗？有的话我拍个照，等一下拍个照啊。哎，不对，我的手看上去像个鸡爪，重新来，返回，重新来拍个照。等一下字没摆好。这个3秒钟不够。等一等，心态爆炸，心态爆炸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谢谢人类。没必要的，3秒钟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为什么我每一个照片就是手捂着脸，看上去都像他妈鸡爪？是因为手指没伸直吗？等等，谢谢变态小黄瓜，谢谢容嬷嬷。是因为手指没伸直吗？伸直呢？对。不是，没有人捂脸手伸那么直的吧？但是不伸直看起来又像鸡爪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越来越惊悚啊！谢谢容嬷嬷，谢我很逍遥。这什么鬼？这 what the fuck？ 伸直了就是公益献爱心。有点响，对不起，有点响这一下。Sorry， 这下有点离谱，有一点点离谱。谢谢木西。直播自拍大可不必嘛，那不拍了。不是，我今天把发型吹得贴着头一点，没那么蓬，看上去就头小了。然后这脸倒过来，正怪我跟你们说，然后我今天呢做了两个那个，就是一个是我把那个麦里面的那个膜，我贴了2层，我看是。对，然后现在左右耳朵，因为前两天你们不是发现左右耳朵声音不一样吗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磨破了，有一个没破。然后这次我给他们就是每边贴了2个膜，现在膜没有那么容易破，我们可以使劲倒腾它都不会破。就 你懂吗？就我可以狠劲儿来，就是用我最激烈的手法。来怼你们，哦，不是怼这个耳麦。然后还有一个事，就是我在弄那个设备的时候，然后我过来试音的时候，当中有一段我不是忘了关那个录播嘛。后来等我坐回来，我发现个事情，我发现当我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它那个空间的那个声音是很明显的，但是如果我现在人坐在这里，同时又放上空间很明显的那个，我想做一个试验。就比如说啊，我现在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嘛，再加一个胖丁，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对，我给大家做声音的时候，
这时候你们听到有脚步声，非常非常清晰的，离我越近越远，走到我的左边右边。这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？谢谢贾克松，谢谢你的小小荷包，谢谢红茶 ATTP。 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试试看。哦，说到恐怖的事情，我跟你们，就我昨天在群里面跟他们讲到过，以前我租房子时候遇到一个事情，然后他们跟我说，就是说我租房子那个事情比我直播念的鬼故事要恐怖多了，然后建议我直播的时候不要念鬼故事，就讲那件事情。有没有人要听一听？配上非常非常惊悚的脚步声，我们来吓尿一波。反正这个直播间你们不是被我吓尿，就是因为不上传，然后被我催眠催尿，就怎么样都是要换床单的，还不如被我吓尿。就看我这个逻辑，看看我这个逻辑。哦，对了，说到吓尿，就是待会儿我给你们做助眠的时候，如果你们上传的话，就是我那个催尿声就对你们无效；如果你们不上传的话，那个催尿声就会在你们半梦半醒之间真的给你们催尿，然后你们就要每天晚上都换床单，很麻烦，上传就不用了。这样还到不了200件，我就不信了。这样还到不了吗？有几个。好，我们先准备那个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我那个我今天走路的那个音效声放出来。给大家听，我这儿放一下，你们听一下，你们听得到吗？我不知道我这边放的声音你们。文件无效。哦，不是这个文件，这是我现在直播录的这个文件。谢谢猫车王旭的建长，谢谢猫车王。波及波及波及，老板大气，老板野性消费。稍等一下，我当时开着电视在看那个 LPLA， 等等，为什么放到一半不放啊？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不是骗人一个，猫车王是我的老舰长啦。谢谢貂蝉骑马至今未到，还有0814。等一下啊，我在问胖丁要不要吃肉肉。是我在铲屎，不是这个视频，放错了。诶，我录的那个走路声视频呢？会不会突然有什么不安静的？不会，就是有可能会听到电视机声音。我今天在投屏看 LPL， 你们放大点能听到电视机的声音。这个东西听起来会很像你们边上有人在走路的感觉。要不要我开响一点？就听起来，对，闭着眼睛那个脚步声在边上走来走去，但你边上实际上又没有人，还是有一点点恐怖的吧？有吗？再放一下，把开放响一点。
算了，不放这个了，好像有点过于吓人，就是我自己都有点害怕。啊，我跟你们讲的不是鬼故事，是那个很简单一个事情，前面都说完。要不我把那个声音放响了说，因为差不多40分了，我们要做声音了，完全没感觉，就不吓人吗？我觉得还蛮吓人的，好吧，实验失败。别问，问就是我憨皮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这个 BGM 属实拉垮，先换一个，属实拉垮。
很爽快，我们杀价什么的他也都同意，杀了也不多，杀了250块钱左右。所以他本来说是押金要付半年的，我们说只能付一季度的，然后他也同意了。不是鬼故事，就我遇到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当时我们想这些小事什么的也不要去管他，继续编，这大概是继续编。你们不要听了吧，不要听就算了，我讲快一点吧。后来呢，是有一次待住进去20来天左右，我的表哥表嫂两个都感冒然后发烧了。当时呢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俩住一间嘛，然后有可能一个感冒了就传给另一个了，所以两个就容易一起发烧。然后呢，我跟我的那个同寝室的女孩子一间，我们两个，那个女孩子在晚上，但是三室两厅两卫的，有两个厕所。然后我们用的那个卫生间是浴缸，要爬进爬出的。她有一次爬进浴缸的时候，脚一滑，脚崴到了，然后在脚上还打了点那个固定的那个，所以就等于住进去20来天左右，他们都遇到过一点点。我只是觉得每天晚上都很冷，每天晚上都很冷。谢谢好人音，谢谢大龙龙。然后后来我发现说这个容易没有人气，因为大家害怕这种类型的，不是鬼故事，是我遇到的。后来大概在住到20多天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物业那边，我问一下物业他们那个小区是怎么收物管费的，是半年一交还是一季度一交，物管费是多少，去物业那边打听一下。当时帮我办那个他说你是几楼几零几的，我跟他说了之后，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就听说你们家那个老人家还是走了节哀啊怎么样，然后我当时就我们
还有一个摩擦的话是这个会摩擦力比较强。
太忧伤了。
这人跑得贼快，就谢谢帅帅气气嘟嘟哥的妈妈的，哇，真的过分。平时捂耳朵，以前捂耳朵感觉像是就是有人把你放在一个箱子里面闷起来，现在捂耳朵感觉像是就在深渊里面再感受一下。
没完成回来的。
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没有写过他礼物，我下播才发现他居然是我榜三，我都，也就是说我有收到 一个小伙伴给我送的很大的礼物，然后我没发现。对，所以如果看到他，我要跟他不说一声谢谢。你竟然直播了，小贝拉。我是直播包的小黄瓜，兄弟，你清醒一点。
谢谢公主天。
你们不喜欢这种擦边球，那我们倒回来别的擦边球吧。他们要听擦边球啊。
人权，我是难民吗？不至于吧。我再来一段，我再来一段。比如我们两个一起骑马，然后在马背上，对，然后这个马很颠簸，我们越靠越近。敲了，再敲了，别敲，再敲了。考虑要不要上船？等一下，我的 sales 在考虑。
是只海豹，我应该挺性感的。
起，有男女主睡在同一个房间，然后做运动的戏，猫看了做运动的之后，就想看，就各种各样，就只会想猫，不会说我看了那样的戏之后，我就不想看了，我就想看见纯纯的爱恋，我就想看男女主不在同一个时空，连面都没见过，他们就相爱了的电影，不存在的。
要不先不下雨了吧，我下播录个下雨。先不下雨了，我给你们就是手动下个雨。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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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哗啦啦啦啦滴答滴答滴答，哗啦啦啦啦啦滴答滴答滴答，噗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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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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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滴滴，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沥。可以吗？这东西有那么好看吗？
件事是说一些带有迷惑性的性感的物件，讲不定在念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难听。谢谢玩家反对的，来吧。像这样
经是被擦防晒霜的人，现在有一双手在自己的背上，这时候自己会发出什么声音？就你别碰我。
做点声音一边的。
去恢复。外面下雨的确有点吵，为什么不等不下雨？因为未来一个礼拜都下雨。对对对，我就一个一个的，或者我只要看到评论区有人说我低头像，我就删掉评论。我不行，那样有点太过分了，那样显得很没有人权。现在去录视频了，那你们快点睡吧，谢谢爸爸和我想要的短衫，谢谢3256的短衫，还有小雨。不要评论区发底噪上，人家不知道的以为真的很像。只能有400个。